越南胡志明啊，看房第三集开始了啊！今天我带我老婆还有小姨子又来看房来了啊！前两集嘛，我们看了嘛，那个我朋友买的房子啊，有点动心了。这两天我老婆身体不好，人一直没有过来啊，今天缓过来了，带着他们再过来看一看。约了中介啊，他说给我找了两个房子，看一看越南胡志明这帮房子多少钱，可不可以买啊？带小佳琪一起出来了啊！小区的环境挺好啊，那边还有烧烤，可以在下边烧烤的。有游泳池啊，小姨妹，小姨妹，你不喜欢游泳吗？啊，喜欢，来来来，看看这里，哇塞，漂不漂亮？现在是中午啊，中午太晒了啊！哎呀呀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！等你姐夫要真买这里的房子，你就天天过来游泳了啊！走走走，去看房，你姐在那里呢，开始走吧。啊，看会儿游泳，你看你什么表情？那中介来了没来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中介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看一看，聊一聊。啊。啊，他这里是三个电梯。啊，有一个货梯，还有一个货梯，就是四个电梯啊，四个电梯16户，啊，一边16户，21楼，啊，最高楼21楼，5楼啊，他给我准备了几个房源啊，那个中介啊，啊，一个5楼，一个阁楼，11楼，16楼，4梯16户，啊，这边。509到那个517啊，一边8户人家。哎，进去吗？也没有灯，没有灯。小区是很漂亮啊，阳台小一点，这里是两房，这个是79平方，这里是主卧啊，这个洗手间，这就是单身公寓嘛。厨房在这里啊，开放式厨房。越南人吃饭吧，他油烟比较少。这个有一个洗衣房，可以晾衣服。这里还有一个洗手间，这里有一个套房。这里都没什么灯光啊，就这样。这小孩房，很简单啊，户型还可以。方方正正的，怎么样，老婆？这个，哎呀，仔细看一看，再看看楼上的，喜欢高一点的，走走走，上楼上看一看。有，好像都是差不多的，只是楼层不一样。哎呀，这个10楼亮堂一点，10楼有灯。哎，他这个是这边的。右边了，比刚才好。这个小房间在右边，啊，这格局这样了，有点变化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洗手间，进了一个客厅，啊，这个开放式厨房。哎呦，我不是做中介的啊。洗衣服，啊，这里可以放个热水器啊，洗衣服，晾衣服的地方。哇，这个亮堂一点。这个10楼好一点，看外面的啊，这是主人房，干湿分离啊，卫生间都是统一装修的。看看外面的景色，哎，这个好很多是吧？这个是往外面的啊，不是往小区里面。这胡志明就是这样。这个10楼好一点，是看这个舒服一点哈，啊，看小，不是啊，不是，
看再往他是不是楼上还有一层啊？还有几楼啊？16楼是吧？再往上看一看，这个我还觉得还可以啊，这采光比较好，格局也行。再往楼上看一看，早上拉窗帘吗？啊，开空调吗？往上看一看，再上楼，有没有这个厨房在右边？像刚才那个格局的，但是在楼上看一看，厨房在左边，有点不太顺手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里是11楼了。11楼。哎呀，这把边了。啊？这格局家里没有呗？这个一样，我朋友。这跟我朋友那个格局一样，一会儿下楼去他家看一看，这是洗衣房。啊，它是3楼是吧？这个早上会热一点，中午会热一点。这个还好一点，这个我看的不错啊。这里头有一个小孩房啊，然后这里头有个厕所，这里又有一个厕所，干湿分离的啊，这是主人房，在这里煮饭。这个煮饭的地方够不够大？够了啊，有个电磁炉这里啊，它在精装修的，这啊，这吸油烟机啊，洗衣服在这里洗，吓我一跳。这个还好一点啊，这个比刚才看那个10楼的好，是吧？这个把边儿吗？把边儿，75个平方啊。这个房子多少钱？90多万呢、啊。33亿多，90多万，将近100万。这个房子这么贵呢？很贵。这个房子户型好了，贵一点是吧？哎，找我们上另外一栋、哎、啊，给这哟，服务这么好啊，打把伞，我们上另外一栋看一看啊。走，飞着了。看房真累呀、啊，得选个合适的，价格合理的才行嘛，对不对？在越南胡志明买个3房的公寓要多少钱啊？刚才我们不看了个2房的吗？在这个楼上有个3房呢，我朋友在这边买了。哎呀，也很有条件啊，我过来看看他们家装修怎么样啊，给大家拍个视频看看。这边3房呢，100多个平方，他说是100、110左右啊，看一看。给我吧。这个公寓也是2梯16户啊，16户啊，一边8户，这边是8户，那边8栋，好多人呐、啊！进里看一看。咦，佳琪啊，你在这儿呢？这里进来啊，一进来一入户啊，这里有个储物间啊，有个储物间。然后这客厅，这里厨房和这个有个单间打通了。哎呦，这里是厨房，2个厨房啊，可是煮饭。那里还有个阳台，洗衣服。哎。这是客厅啊！哎，小伟哥，你还他还让你抱呢！哎呀，哎，我家孩子一般人不给抱的。这里头是20楼啊，好高啊，好高啊！这个景色很好。来来来，看看他的卧室啊，3个房间吗？这是30。你看看，刚才说2房了吗？2房便宜。3个房间在这贵40多亿呀、啊！120万呢、啊、AA 不花这个，咱俩 AA 不？我不够钱。不够钱 AA， 你跟我说啥意思啊？这是洗手间。哪个房间呢？这有个卧室啊，这个是不是主卧室啊？这是装了衣柜啊。看看这里，这是主卧室，主卧室里面带洗手间的。哇，这里还有个衣帽间，这个够大了。哎呦，这个好漂亮。哇。这个
非常哇塞了啊。哎，看看外面。哎呀，太高了啊。真好真好真好。哎，这个房子漂亮啊，这个房子大。100多个平方，120个平方，这样的戏路挺大。哎呦。啊，这个土卧系统间，干湿分离的。我不是卖房子的啊，我现在不会解说啊，我可不是职业房产中介。咦，佳琪，佳琪啊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下个月别个房子我还没看到呢，这我们要找呢，要找到你同意了，他有没有房子还不两说呢吗？你这同意他这边都是二手房，又没有新房。我们得遇到合适的嘛，是不是？那明天找中介问一问啊，他们找这个是很好的啊。走了，佳琪，佳琪，走了，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抓了他。快点，抓了，抓了，抓了！哎呀，这好像喝醉了一样。这里还有一个洗手间啊，啊，都是干湿分离的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非常哇塞了啊！这个客厅也够用啊。嗯，这个有个老爷椅，来来来，给我拍个视频啊！我坐那老爷椅说话。哇，这个房间呢还有个客房啊，这个客房是独立的啊，这个客房的话可以在这里煮饭了啊。公寓式装修啊，这个客房也带个洗手间，这有三个洗手间啊，都是干湿分离的，这个很真的很好啊，这个三房大三房，格局也可以，就是价格也贵啊，120万。走，回家研究研究啊，再看一看，找那个中介问一问啊，有合适我们再看两天，买不？买。行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，老板你出10000是吧？那就买这个大的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